香香，你怎么停车了？那顾怀军送来，你逃不掉就得和他订婚了。订婚？我这是重生啊！前世我就是和贺川这个人渣私奔，才害顾怀车祸断了腿，后来被贺川和周鼎和算计，不雅照曝光，我身败名裂，父亲一夜白头，我还蠢到沾沾自喜，以为抓住了幸福，重活一世，我才不会重蹈覆辙。阿香，乖哥哥，逃婚好累，不跑了，我留下来跟你订婚好吗？乖哥哥，这一次我一定好好对你。哦，好般配啊！般配什么呀？这严小姐根本不喜欢顾总。上周啊，她爸又回国了，要钱给贺家的事，算了。叶香，你答应过我的，要和我永远在一起，你该嫁的人是我。订婚要开始了，我出去等你。我整理一下，马上就来。香香，你跟顾怀订婚了，贺川怎么办？可我如果不跟顾怀订婚的话，我爸就不会给贺川拉投资呀。都是为了我。那你好好准备一下，鉴于你们私奔的事儿是我先考虑了。喂，是秦先生吗？别他妈无语！是你，是你，还是你？撤！本小姐让你赶紧撤，听到没？够了，周景和，我掏心掏肺的对你，你居然背着我勾引贺卓，你就是这么对我的？你们怎么可以这样？严香，你还要不要脸？贺川跟我在一起怎么办？你都跟顾怀订婚了，他不跟我，还等着当你姘头不成？别怕，走你的心，把他们俩撵出去。严小姐愿意投资我们秦氏酒店，我很荣幸啊。比起这个，我就比较好奇，你是怎么知道走廊监控仪的呢？是我堂哥，我不知道，只不过给他的副卡上经常有你们酒店的消费记录。看来我们阿香长大了。公司就在哪儿？什么时候你飞到酒店帮我去？阿香。你能不能清醒一点？贺川不是什么好人，你不能嫁给他。顾怀，我不想听见你在污蔑他，滚，滚！别笑。怀哥哥，这辈子爱我的人，我都不想失去，比如你。到底听懂没？那何川怎么办？对付背叛我的人，绝不是。秦先生，合作愉快。秦氏的破酒店哪有贺川的商业项目挣钱？就算贺川不跟你好了，你这么意气用事，怕被人笑？有权任性呗，你管我投什么？再说了，贺川那个项目要是稳赚不赔的话。至于为了拉投资爬上你的床面？严笑，你非要让我在大家面前下不来台，你才甘心？渣男，
周景鹤难道没告诉你，惹了我的人不死也得报仇平吗？严香，你别太过分。这就过分了。这种管不住自己的人，就应该废了，免得祸国殃。严香，你生气是吧？不投贺川是你有眼无珠，你能给得起的，周景鹤一样能给。贺川，你走。严小姐，周小姐呢？说的确实没错。 这酒店确实不比商丘挣钱，你要改变主意的话，那你不行。我已经眼瞎过一次，绝对不会瞎第二次。周景和这么稀罕那个白眼狼的话，往后他如果被啃得骨头渣都不剩，也是他咎由自得。怀哥哥原来是会酗酒的性格。嗯， 我以前就说过，不会有的都会给你。如果你嫁给我的，故事就是骗你。不过现在你执意要嫁给贺川，这个便是你的嫁妆。不管怎么样，我永远都不要了。我爸给我的公司我都管不过来，要你的故事做什么？你还是换一个。说了我看。 怀哥哥，难道你只是想跟我假结婚？我知道你结婚不情愿，突然改口，我是不会逼你的。嗯，对对，假结婚好，商业联姻，重在参与，还是怀哥哥懂我。就这样吧，我自己还乱做一团呢，这辈子再影响顾怀。 我现在出差，下个月回来。好。你别只是看着我呀，都分开一个多月了，你就没什么想跟我说的吗？你这样我就看不见你了。我怎么开车啊？我们虽然只是协议结婚，但都领证了，又分开那么久，你还这么冷，我很失望。来来往往这么多人，你想让我怎么做？都说小别胜新婚，你就不关心我最近过得好不好？我感觉应该过得挺好的，不是吗？不好，有点想你。 不过就一点点，你干嘛？不是说好假结婚吗？我后悔了，来得及。我还没找他，他倒是着急给自己找不痛快。你去哪儿？我送你。哎呀，怀哥哥，你别生气嘛。 会吗？我身经百战，手软脚软，全身上下只有嘴是硬的。身经百战，都过头了。你别，这么不理解，这也能睡着？ 顾怀，你行不行啊？你叫什么名字？ 段小雨，帮我个忙，事成之后我会给你更多。
他和你说什么了？顾总，我没，我不要让我问你第二次。下周五下午3点，这里有一场生日宴，你去闹一闹，闹得越大，我给的钱越多。 颜香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追我追到这儿来的？还真是阴魂不散。出去。我不想进。我闺蜜生日，我怎么不能来？以前喜欢你才高看你几分，现在嘛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也配对我邀我？颜香，你怎么说话的？是不是看贺川的项目推进顺利，后悔当初没有投资啊？景和。 不用跟他争，狗也不看人低。现在他就算跪下来求我，我也不会和颜氏合作的。哟，这碗饭吃的还挺神气。你景和，咱们好歹闺蜜一场。本来你的生日宴，他看这个男人脸色，我很失望啊。我今天请你来，就是为了告诉贺川，他爱的人是我，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。我不要的垃圾，你上赶着回收，高兴还来得及。 贺川是怎么追到你的呀？是夏天带你去没有空调的野外，用蒲扇给你扇风，还是让你辞掉家里的高级厨师，每天给你带超市派过期的廉价面包和牛奶？我气得你满嘴都是胶。送你一个贺川，你快说呀！贺川是怎么追到你的？是易拉罐拉环求婚的浪吗？还是锦和最煽情。 知道心意比金钱更重要。像你这种眼高于顶、半身不秀，他妈早就不想死了。有心没钱有个屁用，姓顾的倒是有心，为了你断了一条腿，把顾氏集团的半壁江山都给你当了嫁妆。你有正眼看过他？还不是嫁给了我？穷鬼的真心，不计。 川，我就知道你在这儿，这个小抵赖算什么男人？不敢，但他闹事而已，玩这么大，哪来的疯子？何少，我知道我身份低微，上不了台位。要不是那天你价格太高，你一个大男人，你瞎了？ 我是男人，你也是男人，怎么？别用这种拙劣的话来骗我。你昨天还在地方照顾我生意的，林小姐。林小姐，你调过做什么？我没有胡说，你不信你去公馆问问。贺少他每周五都……你给我住嘴！保安，保安，快把这神经病赶出去！哎，贺川，这人都找上门来了，你这么着急赶人走，是心虚吗？ 莲香，不信明明是个同性恋，还嘴上合同生死，这下周教他脸都大发了。明天的新闻，看。变态！滚！怎么回事？不怀。 你他妈不是人，用这种下三滥之对人！我对付你还是用手段。你要是觉得冤枉了，我可以把带风监控调出来，让你们去给大家看。毕竟我会所里的女人，可比男人漂亮多了。贺少，你说是不是？瞧你个贺少，你竟敢背着我偷鸡摸狗，你还是不是人？你对得起我吗？亏我还给你投资呢，你还对得起我？ 人都走了，还回来吗？哎，我今天高兴。你在这儿等我，我去开车。哎，死渣男，臭渣男！哎，弄死你！
别跟着我，我说了，我爱的人是贺川，我不会跟你订婚的。他妈的，大半夜在马路上瞎忙什么？闹死！没事，没事。好啦，阿香，医生都说了没事了，怎么紧张兮兮的，包这么厚？你打绷带还是打石膏啊？怀哥哥，车来就来了，你推我干什么呀？万一伤的是腿，你这辈子就完了。等一下，顾怀，我杀了你们！顾怀，我杀了你们！师母，你腿都摔成这样了，还不老实呢？谢谢。我的腿要是不了，我饶不了你们。你的腿，谁打折的找谁去，关我们什么事？我就知道是你们闹的鬼，你给我等着。是我要怎么样？你现在都像狗一样趴在我面前。你要是还不开心的话，我就叫人把他赶回江城去，让他这辈子都不拿你背书。白哥哥，他这样已经很可怜了，你就别为难他。你是可怜还是放不下？这个渣男上辈子把我和怀哥哥害得这么惨，只补条腿怎么够？谁让我们顾总生气了？没有，我还叫周瑾和伊拉灌拉黄的爱情，明明我更惨好吗？证都领了，连个表述都没有，刚结婚还给我黑脸呢。买，要什么都给你买，走。哎，我要天上的月亮。那我努力给你摘。贺氏因为贺川事件造成的严重影响，股价暴跌。锦贺，你给我点时间，新闻的事我能处理。操！哥哥，你才说过我要什么都给的，当总裁的人怎么能耍赖呢？现在贺氏的负面新闻满天飞，周家都在想办法撇清关系，你倒好，非要来贺川的中央商店吗？你这是吃醋啦？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先进去挑吧，我接个电话。嗯，怀哥哥你最好了。香香小姐来了，赶巧了，咱们店里啊最近刚入了一批新货，成色好着呢，我这就去来给您瞧瞧。上辈子我不顾父亲反对，让周氏这种小门小户入住了商场，结果周瑾合伙同贺川以次充好，东窗事发，连累我严家商业口碑下滑。这不是香小姐，顾总在国外因为腿伤复查没办法来参加，所以特别让我来祝贺你。这个是顾总花5000万在拍卖会上拍的，全球仅此一对。祝香香小姐新婚快乐。香香小姐，香香小姐。我正愁抓不着周氏的把柄，没想到周瑾和如今自己投资商场，竟然也搞这种以次充好的小动作。我就在想，医院的护工什么时候兼职做销售吧？您记得我呀？我哪是什么护工啊，不过是老板见我机灵，差我照顾贺少罢了。这个拿给我看一下。香香小姐好眼光，这可是世界著名设计师贝纳尔多设计的对戒。
就他了。您的卡。我们招式规模不大，胆子倒挺大，这么高的价格卖我一个假货，怎么会？陈小姐，您真会开玩笑，我们怎么可能卖假货呢？ 你的意思是我故意找事儿了？黄厂嚷嚷的，怎么回事？啊？严香，你疯了！严香，你周小姐，到店试客，这就是你待客之道吗？顾总，你瞎啊？是严香想打的我，你要偏袒他也得讲道理。讲道理？你卖假货还有理了？他说贝纳尔和税务费欠，新婚的授权证有你，你敢报告？你敢拿出来吗？ 林香，你污蔑我的招式，我还没有跟你算账，倒是会恶人先告状。别以为我不怀给你撑腰，你就可以为所欲为。出去，再不出去就报警了。卖假货还敢这么大声？报警啊？我倒要看看。什么钻石一碰就碎？对戒就是对戒，谁告你钻石了？周天河，你要不要脸？你以为客户都是傻子吗？来人！ 把他给我轰出去！不怕谁吧？顾总，知道你有钱，可严香在我店里这么无理取闹，把我打成这样，我感人不过分吧？我开门做点小生意，惹不起还躲不起吗？再说了，昨天才刚签了。世界著名设计师贝纳尔多设计的对戒。 还有人加价吗？我看到李总这边好像有动作，顾总还要竞价吗？顾总还要加价吗？顾总出价5000万，还有人要出价吗？5000万一次，5000万2次，恭喜5000万成交。报警吧，我是生意人，产品如果有质量问题。 我必须要考虑重新合作。算算时间，上贝总和贺川结婚是2年后的事儿，这个顾怀竟然这么早就拍了，说什么送给我的新婚贺礼，分明是……怎么了？不喜欢你？白哥哥，你怎么那么傻？周锦和，你还有什么要狡辩的吗？ 喂，110吗？严正，你不能报警，报警周氏就完了。报警也可以，赔钱。夏夏小姐，你的2000万元已经成功退款了。2000万？假一赔10，不是你们都够自己的使用。假一赔10？ 张警官，张怎么想的？你以为那些富家公子和小姐跟你一样傻？你他们面前搞小动作，你简直就是找死！现在各大商场专柜都闹着解约撤资，这么大资金缺口，这商场开不开了？我不管，我要撤资，你不想在江城混，我还要回。别啊，李总，这次损失我周天可自行承担，一定给您一个交代。相信我，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。 你找我们来不是私了赔钱的，是想卖东西啊？客舍他不帮你吗？哦，我都忘了，他一个吃软饭的，腿还瘸了，能有什么办法呀？哎，这双我要了，3000够吗？
不行，这双我上个月定制的，今天刚到，我都还没穿过呢。市场价我比你清楚，你要是穿过，我就不开三条。先转过去了。这什么破鞋啊，带的这么多，过来帮我借一下。愣着干什么？过来呀。哎，什么垃圾你都捡，你选的鞋跟你选的男人一样，真够差的。别说做姐妹的不帮你，拿去当了吧。梁毅的事情我也不跟你计较，出了这个门我们就当不认识，别来沾边，省得拉低我的档次。假一赔十，严香你想钱想疯了吧？可是两个亿，你怎么不去干脆抢银行算了？周小姐，我和周氏的合作暂且不提，诈骗金额巨大，可够你蹲一辈子。臭丫头，我看你机灵，才龙找你做垫子，你居然背着公司明目混珠保公司呢？关我什么事？我就是个打工的，是你和贺总说。新店打折，学徒局还凑热闹，不识货的人多，没有你们受益，我哪敢？你给我住嘴！周氏在珠宝行业混了这么多年，还没有人敢说质量有问题。好啊，钱都让你们赚了，出了事让我当替罪羊是吧？臭丫头，反了你！给我站着！周景和，你的报应才刚刚开始。严香，是我。你有什么遗言吗？你想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这里是帝豪会所，不是严氏集团，也不是你的酒店，敢不要给我放肆？知道这是帝豪，还敢殴打员工？怎么，人家不理你，你就玩硬的？这种小奶狗多没意思，我给你找两个。这两口早晚弄死，弄死我。我先弄死你。顾怀，顾总，几家他疯了，你还不快管管他。怀哥哥，你不是出差了吗？罗桂英说你找我，这刚一过来就看你在打狗。是啊，打狗，姓贺的狗。管了，他要是真在你的会所出了事儿，也不怪我。你是老板娘，你说了算，出了事儿我都成。怀哥哥这么会的吗？算下他就算了，要是真出了事儿，我怕长针眼。哎，怀哥哥，下周有个拍卖会，你要是看上什么了，我让小刘去给你买。我想去，你陪我吗？顾总，下周的签约活动，我马上去签。对了，把他给我扒光了，丢出去。是，你们再这么样对我。哟。这不是我那苏大姐妹周景和吗？唐王寨还是那几个字，这儿也是你能消费得起的地方吗？严香，别在这儿幸灾乐祸、落井下石。就算周氏亏了空，旁的还得毕恭毕敬叫我一声周氏。你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，等我翻了身，我一定让你付出代价。非要当小三选个废物，怪我喽？就算感情不能控制。卖假货砸自己的招牌，可是你自己选的，关我什么事？别以为你嫁了顾怀，我就怕了你，要让你付出代价。周小姐，你跟我谈合作，阿香是我夫人，尊重她就是尊重，懂了吗？宴会马上开始了，你不是饿了吗？我们去吃点东西。好。哼，眼香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不会放过你。接下来要拍卖的这件藏品是夫人小姐的心头好，白金珍珠耳环，起拍价50万。60万，我出10块。香香，你都还被闹掰了，干嘛要帮他呀？你刚才都没有看见周景和一副想要吃了你的样子，他不是要破产吧？姐妹一场，他着急变现，我当然要帮他。你以为周景和真没钱啊？他不过是被中央商区暂时套住了，拿不出资金来压热搜而已。啊，那我们刚才那样凶他，他不会报复你们吧？放心，有我在，周景和永远翻不了身。
云儿上钩了。什么？怀哥哥又出差了？怎么没跟我说一声？哎，我戏台子都搭好了，结果票根跑了。夫人是有什么急事吗？需要我通知？臭小子，让我好找！造谣我的时候有想过今天被我逮住的。我什么我？你知道造谣老子害我老子损失多少钱？把你卖了都不够赔的！我出10块。严香什么意思？来找茬是不是？严小姐有所不知，这拍卖会的规矩向来是出价不能低于底价的。可他的耳环是假的，不值钱。严香，你真是够了！为了恶心我，你真是什么话都敢说。这耳环可是你送给我的，难道你堂堂严家大小姐、顾氏总裁夫人还会戴假货不成？我当然不会戴假的。那这个是我9.99包邮买来送你。真的假的都分不清楚，还好意思做珠宝生意？严香什么意思？不要欺人太甚。我的意思是，你们垃圾可悲。陈总的拍卖会门槛这么低，什么货都能放走。来人！严香，别以为我怕你，你就是为仗势欺人吗？不就是仗着有顾怀给你撑腰吗？等顾怀厌弃你了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这不是顾怀的前女友，陆家那个落魄千金吗？你放开我！如果你敢对我怎么样的话，顾怀不会放过你的。你就是陆微微吧？你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只要你帮我拆散顾怀和严香，你欠多少钱我都帮你还。严香，陆微微回国了，我看你还能蹦跶几天。怀哥哥，你怎么不笑？刚才他被赶出去的样子不好笑吗？怀哥哥，我叫你来是陪我来看戏的，给点反应嘛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处处针对周景和贺川，觉得我太坏了？坏不存在，我们阿香好的，是他们招惹你在先，也是他们自食其果。更何况你是人家大小姐，是我顾怀的首座，有事做得成。这是，我看你执意要来拍卖会，就让小子去买票。这样的话，如果周景和找你，这就能让他闭嘴。怀哥哥，你的鞋子怎么跟老巫婆一样？好坏，不过我喜欢。为什么说呢？你不是也亲过我吗？你一下我一下，怎么了？那我再亲一下，这样就成。陆小姐，喝呀！你喝多少，我出双倍。别说做朋友的，照顾你吃。妈的，顾怀，你他妈有钱了不起是吧？教训个服务生关你什么事？金屋藏娇，你不还跟我一样？我不吃软饭。操，顾怀，我忍你很久了。顾怀饶命！微微应该是送人来的。
白哥哥怎么回事？微信又不回，电话又不接。喂，在等顾怀？顾怀现在正忙着跟陆薇薇在一起，特别大意。你胡说！他现在在哪？莲香，你和顾怀一起找的，不会连他有个出国在外的女朋友都不知道吧？哦，看这样子，金屋成交是早晚的事了。重活一世，我想对怀哥哥好，想和他好好过日子。可如果那不是怀哥哥的意愿吗？我已经害过他一辈子了，总不能阻止他奔向喜欢的人吧。周建峰，你有没有脑子？你和贺川动了他在意的人，他还会给你们合作？元香，你看清楚哦，是顾怀背叛了你。你不生气啊？等哪一天陆微微把你从顾夫人的位子上拉下来，你可是一个字都要不告我。高建和，我不是你，顾怀也不是霍川，他要是能看上一个爬床上位的你，那我这顾夫人不当。哎，言夏，你看顾怀把我打成什么样？哇、哦！遇见他姘头了是吧？其实吧，这事也不怪顾怀。你还小，当年陆微微可是我们学校的女神。跟你说，多少男人想跟她睡觉。完了，我警告你，幸好今天伤的是陆微微，如果是顾怀，跟你们没缘。啊！叶相，活该你没人要。妈的！顾怀的车，陆微微是什么时候回国的？是我和顾怀结婚前，还是结婚后？那个副驾驶可能是陆微微坐过的，他们甚至可能在车里。顾怀，你他妈混蛋！查过了，陆薇薇和顾总确实有过一段，而且她出国后的生活也是顾总在看着照顾。原来顾怀一直和他有联系，难怪要和我假结婚了。陆薇现在住我们酒店，这也是他们，这是藏都懒得藏了，都给我赶出去！顾怀要养人，就砸自己的清凉，在我这儿白吃白住算了。我要见顾怀，颜香，颜香，颜香。等一下，你走吧，顾总是不会见你的啊。是怀哥哥把我安排在这里的，你们不能这么对我，你不能。怀哥哥也是你能叫的，你也是搞笑。我自己投资的酒店，赶个人而已，还需要看顾怀脸色吗？顾怀，我们离婚吧。阿香，你说离婚什么意思？谁让来这儿的？养在外头哪有养在家里方便？怎么了？是我只把人带回来了，没有送到顾总头上。顾总不满意吗？我。云香，几点了？让不让睡？云香，那个陆薇薇在下面嚷着要见你，我实在没办法了啊，要不然你家就让了吧，啊？
我要见云香，怎么回事？云香，我是来认错的。我知道我不该背着你回顾怀见面，你知道你们结婚了还不明显？知道还不快滚！还有事碍着你脸。云香，顾城是爱我的，你们商业联姻不会幸福的。我求求你们，云香，你是高高在上的大小姐，什么都有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我只有他了，只有他了。怎么起吧。 怎么回事？白哥哥，云香，云香他不是故意的，刚才那巴掌可不是我打的，这巴掌才是。白哥哥，他好歹我明白了。我们谈谈。带着贱人，给我滚！ 行行，你清醒一点。你和顾怀不过是假结婚，你有什么资格生气？我怎么不埋怨你？我，打个枪，我马上跟你。阿秀，不是你想那样的。顾怀，你当我是傻子吗？你都把人带到面前了，我还能不懂你什么意思？现在摊牌只是不想闹得太难堪，利索点，以后再说一遍。 你这样好没意思，既然喜欢这种哭哭啼啼的货色，干嘛来招惹我？虽然我年轻玩得起，但输给这种货色，我好没面子。言香，你吼什么？行，那以后我们各玩各的，谁也别碍着谁。哎呀，马哥哥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滚！顾怀，你就为了这么个丫头片子赶我走？ 竟敢这么对我，顾怀，我为你断了手机，你再也不能画画了。你毁了我一辈子，你有什么资格跟别人在一起？你说话呀，你说话呀，顾怀。成了。 顾怀，我知道你是喜欢我的，只要你和颜香离婚，我不介意。薇薇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，我根本就不喜欢你。只要不因娶一位陆阿姨的临终嘱托。不，你骗人！如果你不喜欢我，怎么会因为我低血糖就总是放糖在口袋？你看，如果你不喜欢我，怎么会上学的时候就总是拿我喜欢的巧克力和我换廉价的草莓牛奶？ 顾总查到了，薇薇小姐在国外欠了赌债，是为了躲债偷偷跑回国的，没用自己的身份订机票，所以我们帮他把债还清。关于债务，账和您说，薇薇小姐的债已经有人清了，用贺川的账户转的账，不知受理。对了，打电话给周锦和，告诉他商业街的项目，不管多少钱都出。 故事之重金，投资中央商区，或将携手周氏，贺氏共创辉煌。顾怀，为什么连你也要和我作对？这么热闹的场面，顾总怎么没叫人通知我？你怎么来了？ 中央商区根本就是个赔本买卖，我知道他们帮你新欢还了债，你不想欠人情，但是三百，顾怀，你疯了？你知道吗？我来就是通知你，这个合约我不同意，不通过，不准签。
想快下来，有什么事情过后再说，这大家伙都看着呢，你这样顾怀会很难做。他连你都敢带来，他要什么脸面？言香，你闭嘴！你凭什么干涉顾氏的决定？我是他老婆，我没有话语权，你有，还是姓陆？我们不是把离婚协议都签了？我们不是把离婚协议都签了？我知道你恨贺川，也恨周宁，但是阿香，这个合作是我决定，你无权干涉。所以，你真的要为了这个上不得台面的女人，要站在我的对立面，是吗？阿香，薇薇这么多年为我付出了很多，我也答应过陆海，要对她负责。好，好的很。都离婚了来这捣什么乱？叶香，顾怀，你是死人吗？香香被欺负成这样，你没看见？来个人把人打倒一下，重新准备签约。太难看了，真是太难看了！叶香，记住你现在的样子，这辈子再也不要有第二次了。周小姐，贺少，先看看清楚，不着急签。若商区受合作方个人原因遭遇收益下滑，合作方将充分赔偿资方损失。投资哪有赔风险的？顾怀，你这也太……我拿300亿陪你玩，总有点诚意吧？而且经过周叔上次的价值观实现，我不得不相信一些。放心，顾总，您就放100个心。上次办事的那个员工呢，已经被我开除了，以后不会再有类似的事发生了。这可是给你签这个300个亿。既然阿香的手段不能让你们收敛，那就别怪我不留情面了。阿香，王八蛋，你别过来！我错了，你别生气了，你先过来看看合同。不听，我不看，滚！我不想见到你。别动！你还是不是人？不快，你还凶我！不生气了？你傻不傻？我怎么可能跟你组队呢？水太深了，快下来。说的跟你跳过似的，难道他上辈子……顾怀，你这个疯子！怀哥哥，你是不是傻呀？我怎么可能轻生呢？所以，以后离婚这种话不要再说。回家吧。言香，你还要不要脸？都离婚了还敢勾引怀哥哥？言香，你还要不要脸？都离婚了还敢勾引怀哥哥？你怎么进来的？怀哥哥，我不知道你和香香和好了，你吃饭了没有？你胃不好，不吃饭会胃疼啊？胃不好？我这么碍眼，那我就陪你玩玩。哎，人问你吃饭了没呢，你倒是说话呀。这又是闹哪一出啊？吃着碗里的，看着锅里的，能饿吗？云香，别这么不快，陪陪我，云香能给你的我也可以。陆微微，月季啊。这么快就出来了，怀哥哥，你行不行啊？你还撩？演戏嘛，总得演全套。人都送上门来了，只能委屈怀哥哥了，不然他们怎么敢惹我啊？
顾怀，滚！顾怀，你怎么样了？滚！他不愿意接受我，但是严香和顾怀这个婚离定了。你能找旧爱，我就不能找个新欢吗？严香，顾怀，你应该感谢我才对，是我给了你自由，才能让你寻找真正的幸福。非要毁最后一丝体面是吗？但凡你跟我离婚以后再找这个女人，我都懒得吭声。严香，顾怀，跟你结婚，我这辈子真可。拿给我看一下。不好意思，严香小姐，这款已经有人预定了。预定？我出双倍价格。严香，你知道什么叫先来后到吗？先来后到？这儿又不是菜市场，既然都喜欢，那就价高者得。还是说你又拿什么残次品来糊弄我？怕假一赔十啊！严香，你是在挑衅顾怀？原来不是陆小姐有钱，是顾怀的钱。顾怀，咱俩这婚还没离呢，你就拿我的钱养别的女？行，开价吧。我，顾怀，我喜欢那条项链，5000万。1亿。助手，网上有传闻您和夫人感情破裂，请问您和严香小姐是打算离婚了吗？我和我的夫人感情非常稳定，离婚之说确实非常有道理。但昨晚陆小姐从陆氏离开，您和陆小姐在别墅私会，严香小姐知道吗？让开。顾怀，我真的不知道会被开到，会不会影响到你啊？严香不会怪我吧？陆总，你是来视察工作吗？真不巧，看来我们来的不是时候啊。严小姐，您和顾总真的是同床异梦呢？请问您和身边这位先生又是什么关系呢？严香，你在故意挑衅我是吗？怎么，你有什么资格管我？你能找旧爱，我就不能找个新欢吗？1亿。你根本就是在挑衅。挑衅？我买我自己喜欢的东西而已，你要是没钱就靠边站。我顾怀，你看他。哎，少在这嘤嘤。顾怀要是想怪我的话，他自己怎么一声不吭？我是个商人，不做赔本买卖。还有那个项链不适合你，你这个年龄不适合装可爱。严香，你要是有本事你就现场把它买下来，我就不信你会花1亿买这个破玩意儿。好。哟，严香，没钱就别装呀，我们店的货出售概不退换，别打肿脸充胖子，到时候跪着求我给你退呀。白的卡，你还要脸不要了？哎呦，无名无份的跟着顾怀，你不会连张黑卡都没捞到吧？买单。白哥哥怎么生那么大气？早上你说嫁给我是你最后悔的事，那不是骗他们的吗？怀哥哥，这可不是假结婚的尺度，我是真言真语，怎么能不相信？阿翔，你人都躺我床上了，
还要当正人君子，是不太敢接。你人都躺我床上了，还要当正人君子，是不太敢接。救救我！严香他说要找人玷污我，让我再也配不上你。去吧，顾总，看看他们。他买通了保安，在会所里演戏，喊得太大声。要是真惹边音进来，会影响会所是经营。顾怀，顾怀，顾怀，是严香，是严香指使的。他要害我，他要害我。你和他说清楚好不好？和他离婚，我们在一起，我们。我先送你去医院，这件事情会查清楚。如果真是你先，我给你送。这什么琼瑶式演技呀、啊！喂，好，你说的。喂，你的意思是，白哥哥大学的时候追过陆微微，害他遭遇霸凌，被挑断了手筋。也不能说是顾总害的，陆微微当年学的是珠宝设计，他剽窃了别人的作品才被。哦，那天刚好顾总不在，没人给他撑腰，所以就。白哥哥不在，以他的性格，喜欢的人可多是。这我就不清楚。而且，陆微微的手应该早就痊愈了，是她自己不愿意再休息。怎么了呀，怀哥哥还要妹妹哄啊？不打扰你了，对不起。怀哥哥亲我一下就不疼了。顾总，我听说陆大小姐大学学的是珠宝设计，还拿过国际大奖，能不能给说说情，让她屈尊到终身任职啊？周氏首席设计师陆微微，周经理。你还真是个自觉神秘，所以说风水轮流转吧。莲香，你现在有什么可好？不是你的终究不是，结了婚也得。谁结婚不想找个像你这样的？像你这样的脾气，谁受得了？介绍，别这么说。首席跟总裁多登对呀、啊，怎么还害羞起来了？昌西狗，别以为跑到国外了就没人知道你干的一些龌龊事了。夏雨，他怎么会来？他知道什么？什么龌龊事？夏雨，你说说清楚，不然等会儿别人又该说你造谣了。什么珠宝首席，骗子首席还差不多。陆微微上学时剽窃我发小的作品，这只手啊早就废了，别说画图，拿筷子都难。胡说八道，我的手早就好了。所以，你真的因为剽窃他人作品被挑断过手筋？你的手不是因为被霸凌受伤？我，顾怀，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。再说，当时如果不是你不在，他们怎么敢？严香，你让顾怀讨厌我也就算了，你拿抄袭来污蔑我，你让我之后怎么做人？你还不如直接杀了我。
要是接连出事，商街就再没有翻盘的可能了。报警啊！还愣着干什么？不能报警。今天是我们首席珠宝设计发布的重要日子，你非得把人逼死才甘愿。今天是我们首席珠宝设计发布的重要日子，你非得把人逼死才甘愿。你就是来找茬的是吧？严香，我可提醒你，顾怀可是投了300亿给中央商企，你要是搞砸了，300亿可就打水漂了，得罪了顾氏，对你没好处。果然是想拉拢顾怀来牵制我。怎么没好处？看着你们一个个全军覆没，我才开心。顾怀愿意拿300亿。捧他这个烂泥扶不上墙的白月光，赔不起，我跟他行。你怎么能？顾小姐，网上有网友实名举报你这次给周氏设计的珠宝是抄袭了给二次元 idol 设计的，请问这件事情是认真的吗？我不知道。你真是狗改不了吃屎啊！这是风水轮流转呀。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你都没看到刚才陆薇薇那个表情，差点就以死相逼了。你调查我，还找人实名举报他，你知不知道他吃了多少苦，不能受刺激？你要对付他，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呀？我为什么要知道？我只知道再闹这一次，就能让贺川和周鼎和下地狱。你心疼他？你心疼他就去哄他呀，赖在我这儿干什么？阿香，没有。滚！滚！你在家？我还不能回家了。还生气呀？我上午不是心疼陆薇薇，我那是什么？你都为了他吼我了，渣！我答应过陆阿姨要照顾他。可他骗了你们呀，受伤是他自己找的，那也不能赖你一辈子呀。你不像，也对，我们只是假结婚而已。你一定爱抢了陆薇薇吧？给他买巧克力，给他带汤，还为他学煲汤。哼，还真是随身携带。那我上辈子还为你断腿殉过情，怎么不说啊？你别说这些不吉利。旁人说闲话也就算了，怎么作为当事人你还编排我？是谁小时候非要空腹爬山低血糖犯了，我背着他下山被我爸罚了一个月零花钱？又是谁高中不学好失恋了跑出去喝酒喝到胃疼偷偷给我打电话？我不得不为了他学煲汤在饭前也送出去还有巧克力。又是谁非要喝超市的廉价草莓牛奶？学校没得卖，所以我不得不每次拿巧克力跟陆薇去换。你个大男人翻旧账干什么？所以糖其实是你给我带的，汤也是你为了我找刘薇薇许的吗？不然。怀哥哥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好？阿香，你终于是我的。你要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为什么不给我开门？我问你话呢。你昨晚和严香在一起是不是？你们，你凭什么这么对我？顾怀，你毁了我一辈子，有什么资格跟别的女人在一起？陆薇薇，那还需要我再提醒你一次吗？你的手怎么回事？你知道上一个欺骗我的人什么下场？我。顾怀，顾怀，顾怀，那些话都听见了。你们用人不当导致我的损失，赔偿金什么时候履约？你和严香根本没有决裂，你故意给我们下的套。顾怀，我操你！
脑子都不好使的人还想去别人空手套白狼，真当我顾怀的钱那么好赚？你们还敢！顾怀，我错了，你帮帮我，只要把新闻压下去，你答应过我妈的，可不能不帮我呀！你帮你还是？还是说你看我现在热闹的，想欺骗我帮你一辈子？那如果不是你不在，他们怎么敢？顾总，您先消消气嘛，来喝茶。关于微微的事呢，咱们事后再慢慢商量。商量没得商量，你们用人不当，害我商业街口碑下跌，赔偿金一分不能少。姓顾的，你这是故意给我下套，还想要赔偿金？那又怎么样？陆微微是你们自己被拉的，揽钱招事，我拿300亿跟你们玩，你连新的招商都不做。不是想卷款跑路，是干什么呀？难道茶有问题？顾怀，你还好吧？他居然敢在我地盘给我下药！你就这么不愿意碰我？我可以帮你，让我帮你。事情已经进展到这个地步，我已经没有退路了。只要过了这一晚，顾怀就是我的。离我远点。不想活了是吧？我的人你也敢碰？你竟敢！不是我干的，我也不想的。要是怀哥哥出了什么事儿，我扒了你的皮！站住！我也不知道你这样的市面上什么价，拿着，有多远滚多远。能走吗？顾总，我劝你最好别动，还愣着干什么？真的要这么做吗？你按照我们说的做，我们会相安无事。如果顾总醒，我们一个都活不了。微微，你不是喜欢顾怀吗？有时候爱也是需要一些手段才能得到的。这药没问题吧？我怎么感觉他一直在出冷汗呢？这种药的本质是麻醉，出冷汗很正常。你安心放着吃。顾怀，我知道你难受，我马上帮你。他怎么还有力气推开我？能走吗？你什么意思啊你？怎么了？钱钱什么？滚！顾怀，你要是不肯帮我，我就告你强奸！顾怀，帮我澄清抄袭，不然你这辈子就完了。我也想知道，有这辈子。顾怀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按住他的手，让他别乱动。不行，不行，顾总，你别动我，已经没事了，是夫人在换药了。
阿星，你怎么找过来的？就是今天下午，你跟匿名号码给我发过来的。我本来是气不过，想去揍你一顿的。你说你俩爱在一起就在一起，发给我恶心我干什么？我没有。不好了，外头记者林霄来了，说是顾总涉嫌强奸，非要让我们给我个说法。怎么办啊现在？ 顾总，请问你在会所强迫录下来的事情，有没有想说的吗？证据都在这儿了，你还狡辩什么？你还讲不讲理？我都伤成这样，还能把陆薇怎么样？你是不是太看得起我了？难道其中另有隐情？顾总方便透露一下吗？这可是大新闻。我被他们下了迷药催情，然后他们甚至我浑身没力，为了什么？并且拍照。你的意思是，陆薇算计了你？是。 我当时被药整个子去了，那这些伤势，我知道这个药会让意识不清醒，所以我抓了地上的玻璃碎片，扎到肉里，这样才能让我清醒。我和贺川不一样，我爱你，我永远不可能骗你。你能不能别因为这次伤偏冤枉我呀？相信这一次好，这一次。 你都伤成这样了，检测报告也说了，你被人下了药。庞德虽然说我不好惹，但也没到黑白不分、是非颠倒的地步。潘总，你放心，伤害你的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昨天的事自己说了，别等到我用其他方式逼你开口。林夏。 顾怀他怎么样了？顾薇薇，别假惺惺，我可不是你的一套。告诉我，昨天到底怎么回事？是谁指使你？云香是明摆着不会放过他，全部认下来，好歹不用担心欠周景和他们的债。而且顾怀看在我妈的份上，一定会护着我。云香，我知道错了，昨天是我一时冲动，没忍住。既然不愿意说实话，那就只能交给警方了。 顾怀自己在会所私混，跟你捉奸在房，有什么好查？那可是顾怀自己的地盘，谁敢轻易造次啊？严香，你自己的男人看不住，好意思叫假？有什么不好意思？毕竟那种药在国外不生，也买不到。你什么意思？意思是我要一定顺利，你们一个都跑不了。你不能报警。 求求你了，你就饶了我这一次吧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昨天不是还挺神气的吗？怎么今天还知道要脸？把赔偿金准备好，这事儿我绝不轻。顾怀自己在会所私混，还有脸跟我要赔偿？真可笑！别以为有替罪羊就能逃得掉。这工作已经发给你了。 越办越大，明白吗？你可不能怪我，这是他自找的，你已经帮他不多了。元宵，元宵，600个亿太多了，我们没有那么多钱，陆薇薇还欠我们钱呢。 你跟他的恩怨没必要牵扯我们啊！是啊，元宵，我们合作共赢不是很好吗？何必闹个你死我活呢？等会儿定你，据我所知，除了你们周氏的珠宝店，中央商圈其他店铺也在陆续撤店。拿一个不可忽悠，还说什么不可避免？他是怎么知道的？愣什么？我可提醒你，300笔经济诈骗够我们用一辈子的。元宵，我们哪有那么多钱？ 我知道，我墙头喝穿你心里不痛吗？但是你要打要骂随便你，想你解气，原谅我们好不好？你真以为贺川是被你抢走的？就他这个怂样，拿什么跟顾怀比？怎么会？你这么爱贺川，他明明是我抢来的，是我抢来的。
竟敢打我！周景川，要不是我，你们周家哪来的资金额度？竟然敢打我！都是你，都是因为你非要开发中央商学，把我们周家资金全套里头。不是，不是因为你，臭娘们，都是因为你们周家的那乱搞，害得中央商局亏本。都怪你叫我跟顾怀签的，你没长眼。错了，别在这演。给你们三天时间，钱不到位了，这就得排除。严香，你以为这样就能扳倒我吗？我不会放过你的。你就不该帮贺春算计，更不应该招惹阿斯。他病了，送到精神病院去。不，顾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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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要干什么？哪只手碰到阿翔，左手还是右手？很好，看来那两个保安先把他供出，把他废了，送到警局。周锦和伤了严香，你还想跑？门都没有！请问贺川的疯狂举动，周小姐是否知情？是否有参与贺川的报复计划？不好意思，不会报复。周锦和马上就要出国了，他把之前的假货事情都归在你身上，让你做的了，以后什么好工作都找不到啊！你就要看逍遥法外吗？哎，你猜周景和他们现在会是什么反应？我猜他们一定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忙得团团转吧。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？我们只需要静观其变，等他们自然动静。那这不是来电话吗？喂，严香，周家和贺家同时宣布破产，周景和要带我们酒店跳楼了。我出去一下。贺川，财产转移怎么样了？宣布破产之后直接出走，顾怀守在场也申不到国外。严香，你以为你赢了？哼。笑到最后的还是我。周锦和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严香，终于，你以为你赢得了？告诉你，周锦和从来不会轻易认输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我想让你尝尝天堂最后地狱的感觉。周锦和，你疯了吧？你放开我！我疯了？是你逼迫我的，严香，你让你和我一起从这个世界上消失。是你逼迫我的，严香，你让你和我一起从这个世界上消失。阿香，没事吧？不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放心一个人过来。想死到别的地方去，别脏了我的地盘。周锦和，你真以为你能赢得了我吗？告诉你，到头来你还是输的一败涂地。好了，小子，他都已经输了，何必跟他置气？不，你真扫兴。我现在想去会所喝杯酒庆祝一下，要不要一起？我还有事儿。不要嘛，我在会所等你。贺川，财产转移怎么样了？宣布破产之后直接出走，顾怀守在场也申不到国外。
阿香回来了，怎么样？今天玩的开心吗？你还好意思说呢？我在会所等了你一晚上。周姐和贺春准备转移资产去国外，所以什么？不行，我要去把他们追回来。放心吧，我一定让小罗去拦截他们，他们跑不了。看来我们顾大侦探又立了一个大功。那你是不是应该请我一下？顾怀，对不起，原谅我好不好？我是被周景和他们逼的，我欠了他们很多钱，要是不照他们说的做的话，就要把我卖到黑市去。你看清楚我是谁。你来了怎么会是你？顾怀不想见你，所以我来了。你撒谎，顾怀答应过我妈的，怎么会不管我？少在这道德绑架了，我们又没有离婚的打算，要跟顾怀过一辈子的是我颜香，而你想当小三也得顾怀能看得上你。你以为你赢了？我告诉你，顾怀以前追我的时候，你啊，顾薇薇，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。顾怀大学时候兜里带的水果糖是给我带的，煲汤呢也是给我学的。还有你被挑断手筋的那一次，顾怀请假是为了去医院照顾盲目不明的我。你胡说！别傻了，我才是顾怀的女朋友，是要跟他共度一生的，而你只不过是他人生中的一个过客。不可能！顾怀是爱我的，顾怀是爱我的。总有一天你会明白，真正的爱情不是靠纠缠和执拗就能得到的。李香，来都来了，别着急走啊。怎么，威胁不成改口了？说吧，是想压热搜还是要宽限你一个时间？你当我是来求你的？看到严大小姐叫床的样子应该很刺激。你试试。不算陆薇薇，这里有三个人，仅凭蹩脚的防身术根本走不了。那不如先下手为强，起码能唬一唬。鸽子，住手！虽然你这么恨，不过脸蛋确实，这腿，这腰，够我玩很久。有你的视频照片在手，姓顾的也不敢怎么样。哼，找死！能拖多久算多久，大不了鱼死网破，没再怕的。啊！我靠你们谁再敢拼命再试试？顾怀，是你黑了我国外账户是不是？你！我已经报警，你最好一句话也没说，一个手指很重，惹了我什么下场，自己清楚。别怕，我没怕，我是生气，把短视频往头上转送。是，你不怕，我害怕。啊，阿香，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你去给你没事？我没事，这不好好的。好好的，你后背再挨几下，脊椎就断了，会瘫痪。对不起，是我不保护。别自责，你最后不是也赶到了呀？我以后一定会让你受一点伤，但是万一遇到这种事情，你能不能打人？还有说，别一切都是我。我义气用事，贺川那个垃圾想搞我，我宁死不从，我不让他碰，你还怪我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想让你多依靠我一点。那你就是没意思，不想。
那我也不理你。在你学会依靠我之前，我都不理你。妈，啊，顾怀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啊，顾怀，你有没有良心啊？这么多天真不来看我。所以我那天跟你说别意气用事的，多依靠我一点，你答应你。我知道你天不怕地不怕，但你毕竟是个鸟。那天我要是没及时赶到，你怎么办？不是没事吗？这次没事，下次呢？万一呢？你让我怎么办？哎，你觉得我说的不对，不服气是不是？不服气没关系，那你就在医院好好待着，我不会再来看你。殿下，你就是吃准了我舍不得。你就不该帮贺川算计，更不应该招惹阿三。他病了，送到精神病院去。不，不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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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是谁？你要干什么？来人手，我的阿三。左手还是右手？很好，看来那两个保安先把他供出来，把他废了，送到警局。周锦和，伤了严香，你还想跑？门都没有！请问贺川的疯狂举动，周小姐是否知情？是否有参与贺川的报复计划？不好意思，不会报复。周锦和马上就要出国了，他把之前的假货事情都归在你身上，让你做的，以后什么好工作都找不到了，你就要看逍遥法外吗？我没有，我只是不服气。唉，不傻。我不想陆微微总是纠缠你，明明是我的，凭什么当那个冤大头保他一辈子呀？如果我知道他带了人来搞我，肯定不会去赴约的。我去赴约只是因为不想以前那些不开心的事情又捅到你面前，也不想陆微微再继续在你面前动难，惹你高兴。只是不服气惹回来叫顾怀，他拼了命也不想让我受到一点伤害，我喜欢他，爱他。所以不能让别人碰我，这还能怪我吗？阿香，你究竟想我对你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供起来呗。好，供着。周氏大小姐周锦和车祸重伤，现场发生大量现金，疑似捐款跑。报应啊！他就算捡条命回来，这辈子也可能只能跟轮椅度过了。还有贺川，虽然是强奸未遂，但是监狱有监狱的鄙视链，他在里面不会好过。是你？是他们咎由自取。那不是还有陆微微吗？我告诉你，顾怀，你是我老公，他要是再敢，我就让你出轨。我妈三这么厉害，我怎么敢出轨？而且我向你保证，他这辈子都不可能再来招惹你。